讲说，原来这个骨质疏松症其实是无声无息的哈。但是呢，其实透过这个一些预防哈，那可能就是让民众的骨折的风险已经大大的降低。那到底如果产生了这个骨质疏松症呢，要如何来治疗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影片。骨质疏松症通常没有明显症状，最常见的检测方法是量测足跟骨或胫骨的定量超音波检查，但受测部位不易定位，误差较大，仅能当作初步筛检与参考。目前医学上公认最准确的骨质密度测定标准就是双能量 X 光吸收仪检查，它利用两种低剂量的 X 光穿透腰椎及髋部后所产生的能量衰减，来换算出骨密度值，称为 T 值。民众只需躺在像床的平台上，就可以安全快速获得准确的结果。检查结果可以提供医师清楚的资讯，选择最适合的预防或治疗方案。现在-2.5。一下，你差一点啊！啊，但是你骨头，确实是无好。目前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抗溶蚀性药物，能抑制骨骼的溶蚀作用，借以减缓骨质流失；另一类是同化性药物，作用是刺激造骨细胞生成，加速增加骨密度与骨质，持续治疗下一年约可增加3%的骨质。治疗骨松除了用药，还要调整生活习惯及饮食，适当的运动，再加上精油晒太阳来活化维生素 D， 促进钙质吸收，才是保住骨本的不二法门。我前阵子摔倒啊，现在我在怀疑说是不是有骨质疏松？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那个1分钟骨质疏松的风险评估。国内老年人口比例上升，骨质疏松者日渐增加，而曾经骨松骨折的患者也常因为没有持续追踪，再次发生骨折的风险大增。目前医界普遍建立骨折联合照护服务，希望在国内任何地区都能防堵骨松治疗缺口。没有意思，这个骨质疏松症就像你刚刚讲的，哇，这可能骨头的强度变弱，然后容易骨折。可是这样听起来还是很虚幻，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就是说，哎，你就是有骨质疏松症，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有，我们目前骨质疏松症检查最科学的方法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骨密度的检查。那这个要到一般的大医院去，他才有做。就是我们躺在一个小机器上面呢，然后大概1分钟以内，它就报告就出来了。那它这个报告呢，其实是我们来跟大概20-30岁的健康的成年人来比较。那其中里面有一个叫做 T 值的 T 值的话呢，如果我们大于-1的话呢，就代表是一个正常的。那如果是-1到-2.5，就是骨量不足或者是骨流失的状况。那如果是 T 小于-2.5，那这就代表是一个骨质疏松症。所以其实你用这个骨密度的这个检测起来，如果-2.5以上，可能是-2.6啊，甚至-3、-4，这样其实就是骨质疏松哦，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有骨折嘛，对。那想要请教一下嘉佑，因为一般我们很容易，比如说去这个庙口啊，这个卫生所啊，哈，这些药局、诊所等等，我们常看到大家在做这个一些民众的健康检查，说，可能会有一台机器，那我们只要把脚伸进去，好像不用歇一次脚那么麻烦啊，要到医院来检查。那这个机器它的准确度如何？这个机器它就是叫做定量超音波检查仪，那它一般因为它是比较轻小型的，它比较容易携带出去，所以它其实做出来的检查是属于比较初步的筛检。那如果它做出来的数值它是大于-2.5，我们还是会请它进一步到医院来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如果它做出来的数值是小于-2.5呢？那如果它在我们刚刚的一分钟风险评估表中，它其中有一项答案是4的，还是会建议他要进一步来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有没有哪些人可能也要赶快来医院做这个骨密检查？目前健保给付的这个范围是，你有发生过髋骨或者是脊椎的骨折，或者是你已经在服用这个骨质疏松症的药物，那它也只有给付3次为原则。
也就是说在服用骨松药，它是用来追踪看效果好不好嘛。对。哦，那这样子啊，如果就是说很多人就说，谢医师，我还是很想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骨质密度啊，会不会很贵？这个其实是一个高贵不贵的检查，高贵不贵的检查，大概700-800块就可以。Okay. 一般我们大概两年追踪一次。两年追踪一次，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您说的高贵不贵哦。那既然讲到这个骨质疏松症，那诊断哎很确定，做这个骨质密度，那要怎么治疗？治疗在药物上面呢，其实我们目前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抗溶蚀的药物，它能够抑制这个骨质被溶蚀出来。另外一类是比较新的药物，就是它能够刺激这个造骨的作用，让这个骨的成骨的作用更好。吃这个药呢，其实就像在储蓄一样，你给银行100块钱，他明年可能给你2块钱、3块钱。哦，会有利息，反正就股本。那如果你密度會你来个存个5年、10年，那你就多了这10几20。也就是说，你不去治疗它，或甚至不去预防它，它其实股及银行来对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哦，所以也给他们改看过来哈。那谢师，那我要不要趁年轻就开始吃？目前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子，药物的治疗应该是用在比较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呢，如果说你应该去先去筛选你是不是属于高风险的这一类的病人。Okay. 那请教一下嘉佑，嘉佑，这个就是说平常这个我们大林慈济院其实在骨科里面有一个叫骨质疏松症的防治中心，去处理，你能够帮他们什么吗？我们骨质疏松防治中心有两个各管师，那民众一般来的时候，我们会先了解一下他的基本资料，然后他是不是有一些跟骨质疏松相关的疾病，会先询问，然后还有了解一下他的生活形态，他的饮食习惯，然后之后再来给他一些骨质疏松的日常生活的卫教，例如饮食方面要请他摄取高钙质的食物，然后再来就是他日照还有运动的重要性，还有戒烟戒酒的重要性，会给他们喂教。